当作地上的星星。我的家人之所以替我取这个名字，是因为他们希望大家能够打从心里的欣赏我。那因为沟通的关系，也变成了请大家欣赏我的心。我今天之所以站在这里自我介绍，是因为我在这里当了七年的司仪。虽然做了这么多年的司仪，但每一次我都会习惯性的准备一份演讲稿来做自己的强心针，而且每一次的应变能力都有少许的进步，但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每一次致辞时都还是会少许的紧张。我希望借此机会能够突破自己，造就更好的自己。谢谢。